开热爱网红叶珂，也让叶珂的过往备受关注。近日有网友质疑叶珂曾参加过天王嫂训练营，指出他与另一名网红曾多次分享相似的名车、名包等照片，让人联想到此前天王及明星妻子们的类似争议。当年这些天王嫂也被质疑参加过这项训练，但他们都否认了天王嫂训练营。据传教授学员社交技巧，还会帮助他们吸引明星的注意。网友爆料称，这些学员会根据明星喜好改变自身形象，甚至主动制造巧遇机会来接近目标明星。该训练营还会提供专业指导，根据明星特定路线或活动安排，让学员和明星搭上关系。不同培训班的费用依目标明星的知名度而有所不同，甚至可能达到数十万人民币。许多网友嘲讽叶珂是优秀毕业生，培训班成功率好高，并感慨这类课程居然有市场和受众。Bye.